不过也要请问一下公子佩跟老王啊，就是我们有一对很嗨，但是其他的人呢都有点闷啦，落寞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，那我们现在安排一个游戏叫做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。哦哦，对，就是我们现在要请男生女生就是。一男一女各一组这样子，然后两人合作要把红色缎带绑在就是两人三角的样子绑在脚上，对，然后绑完脚绑上脚上以后要冲到台前吃冰淇淋，就是要看谁在最短时间内把冰淇淋吃完。哦，我们有冰淇淋吗？有吗？两个人一起吃，还是只有球鞋？吃球鞋。闻球鞋。好，所以在这边，最后吃完就输了，输了我们就要惩罚。哦，对，惩罚就是男生要抱女生，新娘抱，然后走那个健康步道。哦，分队。好，我们这边至少选出两队好了，好不好？两队有没有愿意的，请举手。自愿想要参加这个比赛的？没有哎，大一些哦，有博任，帅哥，帅哥出来了，帅哥，快点，有没有来个女生？小龙，好不好？小龙，请出列跟博任。好，最后是在最角落的那位神秘怪客，出列。神秘怪客出列。好，现在来玩我们这个游戏的两队佳偶呢，一队就是我们的博任以及小龙，那另外一队呢，就是我们的蒙面侠以及英英。这也不知道是蒙面侠的福利，还是英英的福利，还是两个的灾难。一对怨偶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也要请老王来为我们说明一下啦。是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请他们很快速的把他们的两只脚都绑起来，就是男绑女，女绑男，然后很快速的跑过来这边。对，我们地上有一队跑这边的这个叉叉，另外一队呢那边地上有个叉叉。好，然后很快速的再把冰淇淋吃掉。那跑到这边之后要跑到这边来，然后对不对？转弯是不是？还要拐个弯。镜头吧。对，还要拐个弯。哦，这个很难。要同心协力啊，两个一起吃。两个一起吃哦。对。对，一起吃，加油。加温的。一分钟之内是不是？嗯。看谁吃的比较多冰淇淋。吃最快。吃最快。嗯。好 ，OK， 那好，计时一分钟就要开始了，好吗？来来来来来。赶快先绑好。先绑好，先绑完，绑先不算了。好，计时开始吧。计时一分钟，请开始。大学生了没？大学生了没？好，计时开始吧。计时一分钟，请开始。哦，哇。要加油加油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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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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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男生温柔一点，男生温柔一点，蒙面侠你那个小心小心，对啊，小心都会倒霉，要合作要合作，不要再伤害依依了，每次都是好好玩哦，哎呦，博任跟小龙，博任跟小龙还不赖哎，有了很多兵器，九八七，快点快点，加油！五四三，时间到！哎呦，太好笑了！我们刚刚是博任跟小龙获胜。等一下，这边这一哭了啦。你怎么这样对人家啊？你把衣都哭了啦！我先帮你把这个缎带解掉了。对啊，你刚刚太用力哈，他太用力哦，依依。鼻尖，好痛。鼻尖插到他，插到你。然后以至于依依现在整个鼻孔都是冰淇淋，赶快擦掉。依依真的，我们很对不起你。本节目每 Q 他出来一次，他都要受伤哎。你一次鼻子惨哎，真的好好笑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依依过去受伤的 VC 啊。请看。哇，好惨哦。对啊，我好期待下一集 Q 你哦。好啦，那所以在这边，这个博任跟请问一下，来来来，老王到前面来，那赢的要怎么样，输的要干嘛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很想打量。输的要输的要健康步道，输的新娘抱健康步道。好，那在这边赢的可以互相拥抱对方，长达五秒钟，预备备，计时开始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
你们本来就情人吧？还不分开啊！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惩罚开始，来，马上进行我们的惩罚。究竟茵茵这一次会不会又像上次一样被我从怀中掏出呢？我们看下去，来啊！新娘抱，新娘抱，新娘抱，来，好可怜哦。好，掌声哦！好，倒退再走一遍，倒退路。不要跌倒，感觉怎么样？两五，来来，蒙面侠，上面很爽，下面很痛。好啦，他抱的站稳啊，谢谢茵茵，谢谢。好了，放下来了。好啦，谢谢Call Me。其实真的，我觉得情人节大家开心，有朋友在也不错。请问大家未来这一年哦，有没有一个目标，就是积极的这个摆脱单身这种身份？来，请按圈叉。阿达，你怎么连按都没有按？我看很开啊，看很开，就算了吗？算，真的吗？因为最近那个异国情缘、越南新娘的部分，好像还蛮泛滥的。我跟你讲到这样，等下还有那位面具帅哥 Mark， 你也是要这样？对啊。那你干脆就真有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我喜欢像我这样长头发的都可以。下巴长头发都可以。长头发有小颗跟秀线，小颗可是不是飘的那种啦。不是阿飘，是阿飘。小柯很像旁边的。哦，他喜欢茵茵。茵茵哦，到我了。对呀，茵茵觉得 Mark 怎么样？我刚刚是选他。哎呦，那好不好？那就私底下自己瞧一下啦。不过我们看到这个今天仅存的这一对，他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。哦，就是依然会努力摆脱单身，可是萝莉她不一样。我以为我已经摆脱了。那我按错了，我按错了。哇，男生好让他哦。对啊。哎呦，就因为他是觉得他已经摆脱了。我想说我已经摆脱了。好，那节目的 ending， 我们先谢谢我们的公主佩跟老王啊，谢谢两位。节目的 ending， 请依然跟萝莉塔头靠在一起，然后跟电视机前面的人说要幸福哦，一杯杯。啊，好艳。一杯杯。头靠在一起。这样。好，一杯气。百百种大学生击鼓深渊，当初不是说水费是包含在租金里，然后房东就跟我说没有啊，不可能啊，他就这样踩踩踩，就用那个死硬，就这样踩踩踩踩踩踩到最后面。我住进去以后，他不给我装窗帘啊，每天租问题大审判，明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